爸妈去年来的时候，他我给他们做过一桌菜，我给他们煮过面，因为我妈妈就说啊，上班好辛苦，然后都由他来给我做饭。我做的菜呢，我妈吃过一次，是四年前吧。我还没有给我妈做过一顿饭呢。送给我最爱的老公，以你为代表的旅客吧，以我妈为中心的全家人吧。现在开始，就是咸我能闻出来，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直接用手在锅里头抓来尝的大厨。这里的时候一切什么我们还有升级版的啊，太可以了，非常高兴见到你啊，恭敬来了。像在研究高科技，叹为观止的感觉。对，太好吃了，回味绵啊，这就是同传的设备。我是个新来的，韩语频道，韩语频道，김치아침은너도김치김김김김김김치김今天呀，我要给大家介绍两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了不起。我先为大家介绍这一位啊，这一位呢，我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呢，她就是泡菜姐姐。在韩国呀，她泡菜方面她是 number one， 也就是说呢，她是匠人一号啊，叫做泡菜女王。用韩语来说呢，就是泡菜怎么说呀 ？K I M C H I 예서김치김치是吧？네，再为大家介绍这一位，我叫他煮饭爷爷。煮饭爷爷呢，他用了50年的时间做什么呢？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碗白米饭。煮饭爷爷今天一来就带上了我们回家吃饭的标志，帅不帅呀？Rubber is the best, rice is the best。英语真的好棒啊！也就是说呢，泡菜姐姐的泡菜和煮饭爷爷的米饭，因为有了爱，所以就是最好吃的，是不是？美食革命であります。今天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给煮饭爷爷还有泡菜姐姐都放了很多的菜。煮饭的时间呢要长一些，我们就请爷爷开始吧。爷爷呢做饭有四步，第一步先要锻炼，拉开架势，是不是？第二步选米，第三步洗米，第三一步煮，第四一步蒸。我呢就等着第五步吃。那爷爷您从第一步开始吧。哦，第一步是戴上眼镜。ね、これはやはり何でしょう、中国のね典型的な京都酒、長い米でしょ。初めて、昔私あの子供の自分にね、あの中国からのあの米南京米南京米入りましてね、それをいただいたことがございますよ。昔爷爷说昔这个就是普通的中国的长长的叫长香米啊，经常带到日本去做饭的啊。那这个呢？これはね、見たところ綺麗な米ですよ。本当に素晴らしい米だと思う。透明感、そしてあの白いあの何がないでしょう。白白たってね、これを使うんですよ。那爷爷今天你要用哪个米来煮啊？ですからどちらとも言わないで、本日は今日は混ぜます。太棒了，爷爷！韩国の米もお持ちでしたらよかったですね。こんな三つ合わせて、ねえ、素晴
把那些有长的、哎、有圆的、哎、太棒了、哎哎、那好了混起来、哎、好你做那些哦别人别说哦这个是韩国米啊啊 Love is the best 我们今天第一步 Love is the best 好硬啊爷爷还是把它煮软了给我们吃吧네これから溶けましたねこれをやりますとねまた选好了米了那就是三种米都要混在一起煮那好是不是该锻炼身体了现在是早上四点钟每天爷爷早上四点就起来锻炼身体爷爷说呢一定要把早上清新的空气带着露水的空气吸进自己的肺里然后呢这样再来煮饭才好吃现在是早上四点钟爷爷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哎呀爷爷您的功夫太好了我们都找不着您了第一步锻炼结束第二步米已经选好了全部混在一起是吧那爷爷我帮您把这个米端过来好吗我们开始淘米来吧爷爷はい、行きましょう。お姉さん、お姉さん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おっと。おっ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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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計量で、この計量をしっかりきちっとするんですよ。哦爷爷是拿这个盒子就知道是多少米我小时候煮饭的时候啊我就是拿一个杯子倒几杯米爷爷好讲究哦是用擀面杖把这个米擀平了那爷爷这个里头有多少斤米啊这个是阿给的时候啊我大部分的把手过了何十年都使一升一升一升哦日文的一升念一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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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生对はいはいでこれこうはいで今度は飛ぶんですはいで最初の水を素早くもったいないようですけどね水は貴重品ですからこれをね、一番最初に早く混ぜてね、それからゴ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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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水了，爷爷。OK。谢谢。不客气。감사합니다。水吧。嗯，好温柔的，加水。はい。ほんでこれでしばらく置きます。40分ぐらいし。今から。60分。うん、今から。太太的调味品喊你回家吃饭同样呢太太的调味品也提醒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知道煮饭爷爷是怎么来选米洗米这样才能煮得更好吃啊现在已经是40分钟过去了爷爷的米已经等了40分钟了40分经哦爷爷把米全部全部米这是爷爷的量杯、okay. 来 1 2 3 4 一勺两勺 OK 对でこれで火をつけます。だ。一、二、三、走。ね。
爷爷现在把火放到最大，是不是？ほんでから台湾、私の日本これでねしばらくね約ね10分の間でね初め小さく。为什么一开始要小火啊？これは日本の場合ですよ。私が50年間耐えてきたやつです。初めちょろちょろ。爷爷煮了50年的饭，所以他的经验告诉他，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火呢要小一点。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火小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中国普通家庭的煤气灶，这个火是这么大的。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大的火。来，哇，爷爷真的是给大锅皮。好沉啊，这一锅。爷爷擦擦手。我帮您拿着。哎，好，好，给给。爷爷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非常的精确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是表，这是锅。这个锅它很与众不同，在这儿有一个窗口，这里是米，这里是水。我摸到这个地方开始在逐渐的变热了。窓口。なんで？これはね、日本に三台しかないんです。はい、世界中で三台しかない。炊飯器メーカーどこも持ってなかったんです。十分過ぎました。大きく大きく。现在要最大是吧？はい。はい。そしたらここで。ね、初めはこうなんでしょう、だんだん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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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んと上がっていきます。爷爷，はい。我有五个问题需要请您回答。は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为什么要用50年去做米饭呢？私はね、50年でちっとも長いとは思っちゃいないんです。一日目が覚めたら新しくしちゃうんです。嫌なことを。ご飯の出来が悪かったことで嫁さんが機嫌が悪いこと、いちいち忘れちゃうんです。で悪に触られちゃう。第二一个问题就是，爷爷，在日本有多少人吃过您做的米饭呀？感觉したことないですけどね。多い時はやはり一日500人。一天500人吃爷爷做的米饭。哦，时间到了，爷爷，我觉得您在像做特别精密的化学试验。您的米饭在日本是不是卖得很贵呀？您一天有500个人吃米饭，那您很有钱哦。現在はでもう少なくなりましたよ。夏休み3ヶ月、冬は2週間か3週間休み。そして午前中だけです。晩にしない。哦。で売り切って終わりと、100% まで就是您店。おお、一日で売っちゃう。哦，全部都卖得光。哇，太厉害了。在您的店里头也有什么菜呢？何でもありますよ。刺身、それから煮魚、焼き魚、それからフライも天ぷら、それからね、カツ、それとお母さん、私の嫁さんの卵焼き、これもナンバーワン。ヤバナンバーワン。はい。炒鸡蛋配白米饭最好吃。那爷爷这个还要煮一会儿啊。那趁这个功夫呢，我们请泡菜姐姐来给我们做一下韩国泡菜。中국에여기서난배추예요근데이게배추가이렇게길죠그리고여기가이렇게두꺼워요그래서이렇게두꺼우면이제김치를해놓으면김치가수분이많이생겨요那您觉得这个厚的是不是合适的呢？너무두꺼운거예요这个是有点太厚了哈。그래서그배추김치는이제한국김치가있고이제중국김치가있고중국파이차가있고이제일본의김우치가있지않습니까근데그세개를다이렇게보면중국파우차이는이제절임소금의절임이고일본은이렇게야채를이렇게무친상태고근데이제한국은소금에절여서그다음에씻어서다진야채를넣어서만들어가지고오랫동안저온에서장기숙성을시켜서숙성이된김치를가지고유산균천연유산균이많이나온게바로한국의김치예요바로한국의김치예요바로한국의김치예요我们四川的泡菜呀、跟这个韩国的泡菜有一点相似、又有一点不同、是用什么做的呢？是用这样的。对，就是用这样的泡菜的坛子，把水和盐放在里头，再把泡菜放在里头。对。然后呢，这个边上倒上水，这样一盖，对，就有坛咸水，所以就把它密封了。下一次我做四川的泡菜给您吃。好了，我们还是来看韩国的泡菜吧。那我们再拿出这个生的大白菜来跟泡菜姐姐做一个对比啊。泡菜姐姐刚才说呢，那个白菜呢稍微菜帮子有点厚，您看这一颗呢？对，啊，이배추는요，我看到
这个后头的好像都是泡菜里头需要的东西哈。好，예네그래서이게지금이게딱소리가나고이게식이섬유가단단한치실이단단한그래서김치를해서익혀서먹으면아삭아삭아삭씹는소리가나씹는소리가나는배추가이런배추입니다너무많거나너무두꺼운것도하면안되고요在听泡菜姐姐说泡菜的时候选白菜的时候我发现米饭爷爷特别像在研究高科技굵은소금이이천일염이거든요이소금이굉장히중요해요이거는소금을한국에서가져왔는데이게이제바다에서나천일염이미네랄이풍부한이소금으로만들어서김치를만들어서더아주맛있는김치를만들수있어요이소금을물에다가3분의2만먼저이렇게녹여요이렇게져서보세요찬물에다가반드시그래서이게다녹았다치고이제 이거를절이는데여기머리부터이렇게저直接把它放进去머리부터아泡菜和米饭好像都要经过一个洗礼的过程就像做米饭爷爷呢先是要很认真的洗米现在泡菜姐姐呢是要把这个盐水粗粒的海盐放在这个盆里头让它充分的基本上是像在洗白菜네예양념을해서가진양념에서버무리기전에이배추절이는게굉장히중요해요그래서이제남은소금을3분의1을녹이고남은소금을가지고여기다가30분정도있다가이거를하면다벌어져요자기가예시간관계상이렇게보내주는거예요다됐어요이렇게여기만요쪽만이렇게절이는거예요이렇게그래서이렇게해서시간이여기온도정도되면은약한8시간에서10시간정도절여야돼요아我来试一下可以吗오이잘하세요오이잘하세요오이잘하세요삶을평상시에해보시나보죠오많이쓰면안돼요是的这是刚刚炒菜哦네技术还不够好还需要学习能够得到泡菜女神的夸奖我好荣幸啊오케이자이렇게해서절이고나면이렇게해가지고继续泡在这个水里面네이렇게해서이따가그래서무거운거눌러줘야돼눌러줘오눌러줘강제로눌러지말고서서히자기가절여지면서내려가요오노노我们东北的这个酸菜啊也是放在坛子里头要放一些石磨呀或者是洗干净的石头要去给它一些力量要给它压一下 네, 네自然的力量네그게삼투압작용을해서무게를눌러줘야삼투압작용을해서뜨지를않으니까물러지지않고끝까지맛있게먹을수가있어요이중간에서빼가지고이렇게됐을때가잘절여진거라는얘기예요甜的네네好吃에이爷爷关火啦哇这个红红的辣味让一个四川人在旁边看的都有点叹为观止的感觉我们去吃回味绵爷爷在这里遥看着他的米饭我们先把泡菜姐姐的佐料端上来자자자그래서아까저배추를절였잖아요저절인거를10시간동안놔뒀다가그거를중간에한번씩뒤집어줘야돼요이렇게뒤집어줬다가그다음에그거를씻어야돼요이제물에서흐르는물에씻는데세번이상어是不是洗出来就是这样了예그래서이렇게씻어서예씻어서아까절일때는이렇게절였잖아요이렇게절였잖아요아까절일때는이렇게절였죠이렇게씻어서는이렇게엎어놔야돼明白了中国人呢就说这样可以方便沥水因为这样水就都在里头了这样水哒哒哒哒哒全部流下来了 OKOK 너무잘알아요너무经常干活的人이제다잘절여서물에다씻은건데자잘절여진건얼만큼어떻게해야잘절여진다를보려면여기를이렇게뼈가지고요
이렇게 파가지고요. 이렇게 날짝 이렇게 된 게 잘 절여진 거예요. 날짝 이렇게 휘청. 它不会折，它有韧劲了。哎，它不像生的那个菜，啪！你看，네，有点软了。그래서이거를한번먹어보세요。还是很脆呀。짭짤할거예요。오。자그다음에그다음에이거를먹어보세요。네。爷爷。これだけでいける十分。甜的。네。好吃。네。好吃怎么说呀？네맛있어요。맛있어요。오예오백프로예요。就是想起了四川人的花椒，맛있어요。네맛있어요。哎，爷爷关火啦。시간。我懂了，就是现在这个饭呢要在锅里头焖着。这样要焖多长时间？15分，二十分。배추절여놨잖아요그러면이제그다음서부터양념을준비를해야돼요그래서양념에는들어갈게이렇게나많아요이렇게다많은데이거를이제하기위해서육수를끓였는데육수에는이렇게양파양葱무오这是什么무哦，韩语的萝卜叫무파파就是葱。네그다음에표고버섯표고버섯네어우잘알아요황태황태황태这是带鱼명태말린거황태끓이면아주시큰하고구수한맛이납니다비린내는전혀안나고요네그다음에여기다시마다시마다시마昆布昆布昆布我们中国叫海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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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다음에새우말린새우虾干이렇게끓여요그래서30분을끓이고나면이렇게맑은육수가돼요저걸끓여서육수를낸거예요아好吧我们这边一边煮着一边呢姐姐用这个她昨天晚上就煮好的一碗汤来做着这是什么찹쌀이에요고추를이거는이고추를말리지않은고추를그냥갈아서준비를한거예요그다음에여기는새우젓그다음에고춧가루여기배추그리고밤마늘생강젓국이런거를다준비를했어요무좀주세요무네배도좀주시고萝卜와姐姐带来的萝卜好漂亮이렇게무를이렇게깨끗이씻어가지고이껍질만 겉에만살짝이거잠깐치워놔도되겠어요자이게이제자자살아포를떠서절여야돼요자好把萝卜切成丝儿다시 2cm 에서 3cm 정도굵게로다가이렇게채를썰을거예요여기김치에들어가는거는약한 2cm 에서 3cm 정도로썼는데여기에는아까는굵은소금을썼죠아까는천일염이라고해서굵은소금을썼고요요거는이게가는소금꽃소금이라고해서고운거를써요이렇게살짝만절여줄거예요이렇게살짝만이렇게절여놓고요好再把它腌上了大梨살짝숨만죽이는거예요이렇게썰어서이제채를도썰고그다음에哦这个火开了但是我们让它小火一点点煮着再把梨也切成丝儿 对所以这个韩国的泡菜它的感觉是味道比较复合啊그다음에이제여기에
우리 중국에 계신 분들이 고수를 좋아한다 그러더라고요. 我就爱吃香菜。 이걸 넣고 김치를 좀 해보려고 준비를 했어요. 本节目的指定用油是圣州白金优选食用油，圣州为国人制好油。 煮饭爷爷的特点呢，就是不能变，嗯，非常严格的这个时间。但是泡菜姐姐呢，她是入乡随俗的，爱吃香菜我给你加香菜，爱吃什么我也加什么。泡菜姐姐一定要多加一点辣椒。哦， 그래요? 오, 예. 哇， 这个红红的辣味让一个四川人在旁边看的都有点叹为观止的感觉。哇， 아, 그래요. 그 빨간 고추를 많이 넣어달라 그래서 듬뿍 넣습니다. 이제 양념을 만들 건데요. 喜欢。对，좀 많이 넣겠습니다。谢谢谢谢。 이게 다 섞이면 이대로 1시간에서 3시간 정도를 놔둬야 돼요. 네. 맛있죠? 好吃。 이렇게 넣어서 이걸 다시 또 한 시간 동안 좀 놔뒀다가 놔둬야 돼요. 설명해 주시죠. 로봇은 이제 3시간 이상이 됐어요. 그다음에 이제 무 살짝 절여 놓은 거를 3개 넣어요. 이제 상당히 이 로봇이 이미 변해졌어요. 네. 아, 再放一点 신선한. 자, 이제 다 넣고 나면 여기다가 아까 썰어 놓은 사과. 그다음에 배. 또 넣습니다. 자, 됐습니다. 자, 이렇게 해서 이게 이제 다 물이 먹으면 요거를 다시 한두 시간 정도 놔둬야 돼요. 그래서 이렇게 다 덮어가지고 이렇게 다 놔둬서 숙성이 좀 돼야 돼요. 자, 그 뒤에 자, 이게 쪽파. 예. 쪽파, 총. 대파, 예. 네. 그리고 저것 좀 집어주세요. 자, 다시 대파 조금 더 넣고. 就是刚才切的有一些芹菜呀 미나리를 넣었어요. 미나리, 쪽파, 그 다음에 갓, 이렇게 넣었어요. 저거 이제 꺼도 될 것 같은데. 꽝火라? 네. 好嘞. 네. 그래서. 这个汤下一次就可以用. 네. 그래서 이거를 이렇게 하고 난 다음에 이제 중국 사람들이 좋아하는 향차. 좀 넣어줄게요. 자, 얼마나 좋아하세요? 향채 조금 더? 좋아. 예, 네. 다 만들고 나면요, 이대로 또 다시 한두 시간을 더 놔둬야 돼요. 好吃的东西呢，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等着，要有耐心。 네, 그래서 지금 이거를 아까서부터 해서 3시간 더 놔둬야 되고 1시간 놔둬야 되고 다시 2시간 놔둬야 되고 다시 3시간을 계속 숙성을 시키라고 말씀을 드렸죠. 그런 과정을 다 거쳐서 만들면 이렇게 고운 이 시간이 이렇게 됩니다. 它会变成这样子软软的稀稀的然后塌下来了会把这个面积缩小了因为它的水分抽出来了 네. 네. 자, 그래서 이렇게 다 숙성이 다 된 거를 여기다 좀 이렇게 넣어서 이제 숙성이 이건 덜 됐으니까 넣어서 이렇게 섞어서 김치를 이제 만들어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好嘞. 이 속을 이제 넣을 거예요. 응. 자, 이렇게 배추.
배추를 절여진 거를 딱 잡고 자, 뒤에서부터 一层一层 铺开 넣고요. 要把它包起来，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呢？ 아, 김치는요, 산소가 들어가면 김치가 맛이 없어요. 그래서 이렇게 산소가 안 들어가게 산소를 이렇게 누르면 살포시 누르면 이렇게 뽀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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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안에서 나오죠. 산소가 뽀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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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오는 거 보이세요? 뽀글뽀글. 그래서 이렇게 살짝 눌러가지고 산소를 뺀 다음에 양념을 넣어서 이렇게 담으면 되는 겁니다. 그래서 백문이 불허일견이라고 아무리 눈에서 맛있게 보여도 먹어보지 않으면 맛을 모르는 거잖아요. 그죠? 그래서 일단 하나 싸줘볼게. 한번 먹어보고 여기 계시는 분들한테, 시청자분들한테 맛이 어떤지 좀 전해줘 보세요. 사기 고한 이거 마셔까? 사기 고한 이거 마셔. 고한 사기 마셔. 엄지척. 微微绵 우리 쌀면인데 한번 아 잠깐만 아, 오케이 땡큐 땡큐 아 오 맛있습니까? 맛있습니까? 맛있습니다. 아 진짜 그렇게 맛있어요? 하나 더 하겠습니다. 好吃吗? 맛있습니다.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舍得给你吃了吧？好吃的东西自己一个人吃的。 爷爷，爷爷，米饭是要面上的好吃还是里头的好吃？哦，一圈一圈的来。对。来。爷爷，我们两个像不像地主啊？我们在这吃着，姐姐在这做着泡菜。哦哦哦，好的，あります。啊。 맛있겠다. 와우. 그게, 네. 응. 응. 그게. 너 오실수? 就是又很黏。 네. 很糯，我们讲的，但是呢，它又一粒一粒的，你感觉它不是粘在一起的，然后呢，你感觉它好像比较软，其实它很筋道。我以前也吃到过，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妈妈做的米饭也很好吃，我妈妈做的比这个水多。因为我妈妈说，水放的多一点，显得米饭多。因为这个更厚，这个更薄一些。嗯。 我觉得我实在是不礼貌，泡菜姐姐，我都没给您盛米饭。姐姐辛苦了。耶，고맙습니다。식사，식사도하세요。이김치는어때？아까먹은김치하고이김치하고。这个泡菜好像更像一个凉拌菜，我觉得。네，그한국에서겉절이라는이름으로이렇게김치가익어야맛있는데익기전에급하게먹고싶을때이렇게만들어서먹어요。 我们四川叫它洗澡泡菜。
就是跳到水里赶紧跳起来，很短的时间。对，爷爷的米饭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到后头越吃越香越劲道。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有水，然后越吃越劲道，越吃越劲道。所有的食物只要你用心，你就会感觉它跟食物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食物里头有你的心，还有你的爱。我差点忘了重要的事情，太太的调味品喊你回家吃米饭和泡菜。同样呢，太太的调味品也提醒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你就能知道怎么样用心去做出一锅好吃的米饭和做出一盘特别好吃的泡菜。치를해서익혀서먹으면多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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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升级版的啊！太可以了，非常高兴见到你啊！恭喜来的，像在研究高科技、叹为观止的感觉。对，太好吃了，回味绵啊！今天我们做的菜都非常的简单，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最美味的，最简单的就是蕴藏着最多爱的。爷爷呢，不管在世界各地做饭，他都是拿着他的大表，一层不变的按照他的规矩，按照他的每一分钟不同的步骤来。但是泡菜姐姐呢，她不一样，她走遍世界各地，她会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口味，变换她这个泡菜的一些搭配啊、佐料。不管变还是不变，我在想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用自己的心和用自己的爱，就是用最简单的来做出世界上最美味的。哎呀，小伙伴们全部都等急了，爷爷你给他们盛饭吧。来来来，我自己先来一勺。爷爷，爷爷给他们吃吧。上锅。谢谢爷爷。哎呀，太幸福了。